38岁，38岁，可能，会更自由，然后有自己的家庭，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干啥。更多自己的世界，不知道，也想象不到。58岁，可能，希望孙子孙女们能带我环球旅行。28岁，88岁，我觉得按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习惯，能活到88岁就不错。能活到88岁，这个真想不到。最想做的，上学。生活小事是我妈说了算，然后大事是我爸说了算。